妈妈的活动，我们所有的精灵以及巫师们呢，手上都有一个特别的惊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活动是拳在我手，现在呢，只要猜拳赢我们所有的精灵或是巫师呢，你们就可以得到他们手上的红包哦。在红包里面也有特别的惊喜，所以呢，他们手上只有一份而已。现在呢，拳在我手启动，我们嘉宾赶快往前，越前面的越有机会哦，快点快点去猜拳。